你肿在哪里？这里是吗？好，那你觉得这里肿又痛吗？好，好，整骨下移，我看看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我现在哦还没有拿出我的大工具，我的大工具是手肘，一般揉整骨下移我几乎都是用，我现在只是用食指。我相信他这里痛应该是这些引起的啊，你忍得住吗？还可以吗？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，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哦，尤其这一点。我现在就是每次来大家侧面好，让大家看得到他这里哦，最痛的点是这一点。你看我轻轻一碰有没有，他就开始叫了，不是因为我大力哦，然后你看我揉别的地方他就不再大叫了，有没有？那表示他的问题哦，不是我的问题哦。这里也痛对不对？但没有像这一点对不对？好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也痛，这里呢？这里就还好了对不对？所以你真正的痛就在这一点还有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一点是应该最痛的。好好，先我慢慢的，这里也痛对不对？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也痛哦。好，那我这里呢，这里就不痛了，痛到这一点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用这个。你这样多久了？肿两个月了。啊，痛多久了？也是两个月。也是两个月。好，你现在再摸摸哈，你刚刚说的肿这里，它还痛不痛？啊？不痛了哈。我不是在变魔术，我只是要再证实给你们看，我是一路做出来，所以我刚刚讲的撞会不会产生症？那一般他肿又痛，一定以为肿会产生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。但我刚刚讲的肿跟痛，它的怎么样来源是不一样的哦。痛很可能是塌出来的，但肿是本处的组织受损，需要时间的修复。所以你这样更清楚了，所以这个跟你的肿无关，但是你那个痛是因为这个点特别有问题，轻轻一碰就很痛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很大力，我这个没有力量。那他痛成这个样子，我就知道他本身的问题。然后按完他马上不痛，但肿还在不在？当然在。